一分钟带你了解精彩剧情。向海因被恒伟阔请去喝咖啡，向海因机智地承认自己是煤机关的特务，恒伟阔暂时相信了向海因的说辞，他把注意力重新放回寻找武器上面。谭厂长打算和鬼子同归于尽，向海因却跟随鬼子的战地摄影师来到牢房参观，向海因察觉到异样，不动声色地用上海话给工人们传递出营救的信息。谭厂长听到后半信半疑，打算再观察一阵。孔方顺利找到谭厂长，混进工人队伍，在大家的掩护下准备商谈逃离方案。罪过罪过呀。长官请。哎哎，请批让人看查。哎，长官，上次送给您的精粮细米，长官可吃得惯吗？吃得惯，吃得惯。哎，我吃了您这精粮细米啊，这别的我还吃不了了。瓦格纳教授，黄花梨的椅子已经派人去找了。Der General sagt, der Stuhl ist auf dem Weg. Danke schön. 谢谢。今天的工作计划是什么呀 ？Haben Sie schon Pläne für die Arbeit von heute? Heute wird mir Frau Schindler dabei helfen, weiterzuarbeiten. 今天会由我跟瓦格纳教授一起工作。希望你加快进度，这样对我们都有好处。Der General will, dass Sie schneller arbeiten. Das ist besser für uns beide. Heute ist erst der zweite Tag, an dem wir arbeiten. Glaubt der General wirklich, wir so schnell das Nervengas herstellen können? 教授说今天只是第二天，难道你就想要气体的成品了吗？我的意思是说，什么时候进行人体试验？Der General will wissen, wann Sie den menschlichen Versuch anfangen. Das Menschenexperiment kann anfangen, sobald der gelbe Stuhl aus Sandelholz hier ist. 等黄花梨的椅子到了，他就可以开始人体测验。谢谢。Danke.孔长官，我是一城的守城司令，哎，我要是直接抢你拦不住，可我不抢，哎，我是文明人，我要是派人来偷，神不知鬼不觉，可我不偷，我是体面人，可我大义凛然的来借，哎，我借，你总不会不借给我吧？长官，如果是借，我们就可以不借呀。孔小姐，你不借，哎，那我可以答应，可日本人不答应，我惹不起日本人。那如果我们要是不借呢？孔柔，你出去，这没你什么事儿。爷爷，长官。如果我们要是不借呢？不借，哎，你们不借，我可是带枪来了啊！孔小姐，孔掌柜，这话我也说清了，理我也摆明了，我就问你一句话：那借还是不借？借。不借。你说什么？你我说不借。靠，摔别了，进不进？听这动静不像老爷摔的，再等等。
动！别动！收拾贵重东西，押他们上马车，出城。哎，你们这可是造反啊！是的，我们反了，请你闭嘴。ゲームギ松田正太揃いました。よし、行け。やり向け左。バツ。哎呀，兄弟，你们都会使枪吧？不，这别早落火啊！说打你左眼，不打你右眼。爹，您坐稳吧。搞到青皮，快点。所以呢，也怨我这张破嘴啊！当时啊，我就跟那个部队带兵那头啊，就说了实话了。那头一听啊，就火了，说你胡闹吗？你这不是？你看什么都俩眼儿，你怎么打枪？怎么瞄准啊？不收。其实啊，我能分得清楚哪是真的，哪是假的。是。那你后来干啥了？还能干啥？墨水河边上。捞鱼救人呗，能活吗？生意还不错吧，不过啊，我还是想等小鬼子跑了以后啊，搞个正经营生。哎，嗯，你后来再见过那只王八精吗？见过呀，我呀下河捞东西救人找不着的时候啊，他还给我带过路呢。他会说话？会啊。哪有王八会说话的？我告诉你一个事儿啊，嗯，我以前见着过一只兔子。会说话呀，我没敢跟他聊，但是他会作揖，就这样，哎，这作揖啊，这有意思啊，这叫什么世道啊？都让小鬼子给祸害的，人不人，鬼不鬼，王八不王八，兔子不兔子。哎，咱们快点走吧，啊，哎，还有多远？哎呀，没多远吧，就前面那片林子。咱是要抓树上的鸟吗？没有网，这树上的鸟不好抓，咱抓地上的。这地上还有鸟啊？有啊，有把窝搭在地上的鸟。嗯。这早上起来啊，地上的鸟是一捂一个准，树上的鸟一打一个准，那是为啥？因为早上起来鸟的警备心是全天中最弱的时候。啊，你想它这身上沾了露水了，它起飞的时候会有一个下坠的弧线，然后反应会比平时慢半拍，
这个呢，就是要把身上的露水都给抖干净了，知道吗？哎，你们当过猎人啊？没有，这都是我以前山上那和尚师傅告诉我的。啊，那会儿啊，早上起来，总有很多人拿着弹弓、拿着火枪到林子里去打鸟。我师傅呢，就带着我赶在他们前面到那林子里，然后我们就大呼小叫，把所有的鸟都给惊了。鸟扑啦啦飞上天，抖落身上的露水。这时候想再抓着他们，可没那么容易了。那你师傅是个大善人？是啊，大善人。我去参军那天，去跟我师傅告别。我师父跟我说，日本鬼子就是猎人，而我们就是那些鸟。很可惜的是，没有善人能够警醒我们。哎，是这年头啊，就是善人少。别动，看见没？跟我到了水里似的，回头哪天啊，让你看看我在水里的本事，别让你八路军小看了我。哎，别听了，我不听都知道，那鸟是让人惊起来的。行呀，大和你经验不少啊。鬼子来了，五六个。有狗吗？没狗就好办，咱俩能跑。咱跑不了，这帮鬼子经验丰富着呢，扇面包抄，咱们肯定跑不了。这咋整啊？你胳膊上劲儿咋样？下河捞东西靠的就是胳膊呀，太好了。来，拿把这石头往那棵树上砸，咱们俩今天能不能活命就看你这一扔了啊。我们相当了。展开队形，以后没我命令，不准抽搜敌行。是，张总。咱们下一步应该搜索哪里？沿着水湾往上游走，八路军再狡猾，他也离不开水。嘿，李总。
老师啊，你不要挖了，你指挥我们就可以了。不用这样，厂长，现在这种情况，咱们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就多了一份成功啊。班长，孙班长，赶快去找团长一趟，有紧急任务。啊，师峰跑了？他能跑了吗？赶快过去吧，去了就知道了。哦，那行，你先去，我把这锅粥熬好就去了。快点啊，孙班长。好好好。叫你来是有个重要任务要交给你，保证完成。别急，刚接总部急电，三团在大王村被鬼子围了，总部要求我们团去增援。这样啊，吃了晚饭我带队伍出发。团长放心，保证让大家吃饱。让你来不是说吃的事，让你来是要跟你谈谈女特务这个事。部队出发以后，看守她的任务交给你。是我自己啊，还是有人帮忙啊？你自己啊。团长，您知道那个女的特别难缠，您要不要给我留个人证明个清白什么的？部队作战任务很重，没多余的人留给你。你放心，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只能相信你，我不可能相信那个女特务。但有一点，你不能让她跑了啊。团长，就是不管发生任何事情，团里都相信我呗。当然了。那团长，那您给我写个字据呗。好，坚决完成任务。啊！我老觉得咱们这地方不安全，黑暗河万一被鬼子发现怎么办？发现了他也不知道那里头那么大。不是，他们万一从洞口往里面放毒气呢？咱们不就完蛋了吗？哎呦，那你啥意思啊？哎，大河，嗯，你怕蛇吗？不怕，不怕。嗯，太好了。看见没？这暗河里头好多蛇，你下去逮几条，然后上来呢，放在洞口缠着那个灌木头，快去。啥意思？哎，不对吧，哥？啊，那蛇它待不住，它会跑啊！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啊？哎，你把那蛇尾巴和尾巴全绑一块，绑五条，然后它们往自己的方向跑，这谁也跑不了。而且呢，还能招更多的蛇过来，那变成一个蛇窝了。八路军真厉害，啥都能当武器用，人不够畜生凑吗？这话听着怎么像骂人呢？行，走。
長、行き止まりです。調べろ。隊長、水はあの隙間から流れています。上はどうだ。隊長、蛇の巣が見つかりました。100匹以上はいます。毒ガスで殺しましょうか。驚かしてないか。いいえ。俺は蛇に関する本を以前読んだことがある。今の状態を見るとここには誰も来なかったようだ。隊長、八郎君は蛇を使う方法を知っているかも。錦蛇以外そんなことはできない。隊長、さすが何でも知っている。蛇は復讐心が強い獣だ。敵に回すのは賢い方法ではない。捜査を続けろ。はい。出不去，上级不让。人是铁，饭是钢，吃点吧。不吃。哎，你这是要绝食啊？我可告诉你，我要是你，我可不绝食。你想啊，这要吃的饱饱的，还有劲儿跑吧。否则就是有机会。到时候也没劲儿跑。就一个好的。那是，想通了就好。哎，对了，不过只要有我在，你是没有机会逃跑的。慢慢吃啊。没看见人。早上刚出去的时候遇到他们了，但是他们跑了，再追就消息了。卦象上说，人会从地底下冒出来，但到这个地方，真有机关吗？武艺觉得应该如此。你先回去休息吧。哎。山君，在山里，八路军不是忧虑之事，比八路军还要忧虑的那是瓦格纳。您觉得他有演技能力？将军，何意？我已经相信，他熟练地掌握了这门技术。只是还没有下定决心是否传给我们。他是想多占官务，这不是根本问题。他在给自己思考的时间。Ja, aber ich auch. Ich muss meinen Lebensunterhalt verdienen und etwas für meine Karriere tun. Und weißt du, wann tragischerweise die Wissenschaft den größten Fortschritt erzielt? In den schlimmsten Zeiten des Krieges. All die Geräte, die wir hier haben,
In Dresden, in meinem Labor, hatte ich nichts von dieser Qualität. Der Krieg ist tragisch, aber in den schlimmsten Zeiten des Krieges entwickeln sich die Wissenschaften nun mal am schnellsten. Und ich bin überzeugt davon, dass am Ende des Krieges das Leben viel besser sein wird. Aber dafür müssen so viele Menschenleben geopfert werden? Dagegen kann man nichts tun, Xinfang. In jedem Krieg verkaufen Menschen ihre Seele. Und Menschenleben werden geopfert. Das ist kein Grund. Darum kann man dem Teufel nicht seine Seele verkaufen. Das ist jetzt nicht der beste Ort, um über Faust zu reden. Professor Wagner, das ist die Arbeit? Die nächsten Experimente sind Menschenversuche mit Totenfolge. Ich finde, das ist mehr als eine normale Arbeit. Wenn es keine Arbeit ist, was ist es dann? Verbrechen. Warum arbeitest du hier dann weiter, wenn es ein Verbrechen ist? Nein, ich kündige nicht. Weil selbst wenn ich nicht hier wäre, würde hier trotzdem ein Übersetzer sitzen. Bei mir ist es das Gleiche. Wenn ich nicht hier arbeiten würde, würde ein anderer Professor die Arbeit erledigen. Professor Wagner, darf ich Sie etwas fragen? Bitte schön. Wieso haben Sie, seitdem Sie hier sind, außer Kaffee zu trinken und über Romane zu reden, bisher noch nicht wirklich gearbeitet? Normale Menschen, die gehen jeden Tag ihrem alltäglichen Handwerk nach. Das wahre Genie erledigt seine Arbeit hier, im Kopf. Wann wollen Sie die Arbeit hier im Kopf zu Ende bringen? Du kannst raus? 不行，你在这儿我睡不着。哦，习惯就好了。我要换衣服。哦，那我就闭上眼睛。 你可闭好了啊。放心吧。 方同志，衣服换好了吗？如果换好了，我就睁开眼睛了。卑鄙无耻！信方同志，谁卑鄙，谁无耻啊？你，哎呦，你不是换衣服吗？ 哎，你怎么把我们团部窗户都给换坏了？这怎么搞的？这是，嘿嘿，希望同志，你不要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其实我们已经设下了天罗地网，这个是地网，还有天罗罩着你呢，你跑不了。什么叫天罗呀？军事秘密，不能告诉你。 瓦格纳教授，黄花梨的椅子马上就要送到了，不知道你的工作进展如何 ？Der Stuhl ist auf dem Weg. Was ist also mit Ihrer Arbeit? Sehr gut, sehr sehr gut. 非常顺利。希望椅子送到之后你会更加顺利。 Er hofft, dass Sie den Stuhl bekommen und die Arbeit dann vorangeht. General, was bedeutet das? Du bist da ganz schön mal. Ein Gruppenfoto. General, in unserem Vertrag steht ausdrücklich, dass meine Reise nach China geheim bleiben soll. Also keine Fotos und keine Unterschriften. Warum brechen Sie unseren Vertrag? In unserem Vertrag steht sehr klar, dass ich diese Reise nach China vollständig geheim bleiben soll. Nicht unterschreiben und nicht Fotos machen. Warum brechen Sie unseren Vertrag? Wenn es um den Vertrag geht, ist Huanghualis Stuhl auch nicht im Vertrag. Sie sprechen vom Vertrag, aber der Stuhl aus gelbem Sandelholz. Aber dieser Stuhl steht auch nicht im Vertrag. Wir haben schon darüber gesprochen, Sie waren damit einverstanden. Aber es ist in unserem Verhandlungen, Sie haben es einverstanden. Ich habe noch etwas mit Wagner-Professor zu verhandeln.
Er möchte etwas mit Ihnen besprechen. Einverstanden. Tja. Agana 教授。 等到黄花梨的椅子送到之后，我们的合同正式生效。我希望你马上进入工作时间，加快速度，必须让我们掌握神经性气体的制作过程。Zeigen Sie uns so schnell wie möglich die Herstellungsmethode des Nervengas. Sie sind ein Teufel. 如果他做不到呢？今天的照片会在第一时间发放世界各地。 电文是下一届诺贝尔化学奖的竞争者瓦格纳教授在中国成功试验出了神经性气体。Dann wird das Foto von heute unverzüglich in der Weltpresse veröffentlicht. In der Nachricht wird es darum gehen, wie Herr Professor Wagner, der Anwärter auf den Nobelpreis für Chemie, in China Nervengas entwickelt. Wo beschleunigen? Sind ein Teufel. 你是魔鬼。我们是同路人。 Dann sind wir uns ähnlich. Ich bin ein Wissenschaftler. 他是科学家。但是你的灵魂已经抵押给我了，这是你们贵国浮士德所干的。Aber Sie haben mir schon Ihre Seele verkauft. 今天你已经步了他的后尘。瓦格纳教授。Sie taten es ihm heute nach.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虎头山上只有冤魂，没有天使。战争就是战争。我的文质彬彬是装出来的，没有那么好的脾气。Ich bin nicht wirklich so höflich, Professor Wagner. Ich habe keine Geduld. Wollen Sie mich töten? 你是想杀他吗？那要看他是不是遵守合同啊。 瓦格纳教授，在虎头山上，我是甲方。在虎头山上，世界上最优秀的保镖也无济于事。你说呢 ？Ich lasse die Daten sprechen. 他说，他以行动说话。 Ich hätte nie nach China kommen sollen. Er sollte nicht nach China kommen. Aber du bist schon hier. Sie sind schon hier. Beruhigen Sie sich doch bitte. Wir können dafür eine Lösung finden. Wir alle entspannen uns ein bisschen. Wir können noch einen Konsens erreichen. Die Dame sagte es sehr gut. Er sagt, dass wir nach einem Konsens kommen. 都会化作余波，只不过是各取所需。Um so unsere gemeinsamen Wünsche zu erfüllen. Oh, 对了，瓦格纳教授，我再多啰嗦一句。Eine Sache sollten Sie. 化学实验死的人是我造成的，不是你。 向子松下分享了《三字经》，今天我推荐介绍的是《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自英雄气概，诸位亦能具有。唐将军，不要将他人的汲取，英雄气概我们一直都具有。我们在战术上可以尊重对手，但是在战略上必须压倒对手。我认为。 学学汉语可以，但是学习中国人的英雄气概，我觉得大可不必。脑海，此言差矣，我们还应。
研究对手。可以研究对手，也可以学习汉语，但是让我学习中国人的英雄气概，我不同意。大家觉得呢？对，我们本就有武士道精神。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我们本国的英雄。藤山君，你换一篇给我们推荐吧。对牛弹琴也。离我远点。再远点。远不了了，把头转过去啊！找啥呢？从哪儿出的事儿？你这儿藏了个鸟啊？咋样？学项目？学的呀？哎，你最怕啥？狗啊！大河，别听他显摆啊！学武啊，以前在庙里习过武，跟老和尚学过，学点口技，嘴里有嘴而已啊！别听他。哎，这个好玩哎，你回头教教我呗。切，你学不会的，天资那么差。你咋知道我天资差呀？嘘嘘嘘嘘，别练了，学我。现在差不多，赶紧上。哎，你们这八路军里真有能人啊！你看有会擒拿的，像你这会口技的，陆达会啥？哎呀，老陆的绝活啊，见识过的人都死了。哎，那你见过吗？啊！谢谢乡亲们，谢谢乡亲们，你们回吧。啊，他交给我，他跑不了了啊！快快，啊，先回去吧。谢谢，谢谢啊。谢谢。先放到这儿。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这儿有天罗地网，地网你已经见识过了。这天罗嘛，现在我也可以告诉你。天罗就是我们的老百姓，他们随时都跟我们站在一起的。别说你跑不出这村子，就算你跑出这村子，你也跑不远。你就这么有把握？当然，反正这也不是什么机密了，我也可以告诉你。你看那边呢？那边有一个山头，山头有个消息树，
只要我把那消息树一砍倒，这四周的道路就都被我们自己人给堵死了。你说，你往哪儿跑？哼，哪棵呀？就那山头那个，这我就不能告诉你。就我说这消息树的意思啊，就是让你跟这儿好吃好喝，别再想着瞎折腾，明白吗？啊，行，我先给你做碗面去啊。我吃不惯你们这儿面食。马上要放风了，你们快出来吧。哎，好的。克隆斯，你要不要进去躲着？不用，我跟你们一起出去。正好我想联系一下古元。克隆斯，这样会不会被敌人发现啊？人们对六个人以上的群体是不会注意的，何况我们出去的时候是这么多人。库老师，我的意思是说，没必要冒这个险。这个情况我在外面也可以告诉孔连长的。我知道，厂长，我除了告诉孔元计划，我还想打听一下恒伟过和瓦格纳的消息。哎呀，那你进来都这么难，这个出去怎么出去啊？是这样，我们要配合好。等我出去以后呢，你派两个人日夜的坚守，只要我从上边平台上一出现，马上就把我接应下来。还有就是，我回到这里以后，一定派一个人隐藏在密室里，因为日本人对数字很敏感，多一个人，少一个人，他们都会起疑心，知道吗？嗯，好。一会儿放风的时候啊，我藏一个人进去。宋国亮，你到底哪儿人啊？这不算军事机密吧？其实你就一山东人，早听出来了，只是不太清楚你到底是哪儿的人。枣庄。为什么叫枣庄啊？枣多，枣大，又红又脆。哦。那儿枣好吃吗？好吃。你怎么不在那儿打鬼子呢？我们这是在帮保家卫国走四方。你的擒拿在哪儿学的？家传的。知道家传？能教我吗？这我得请示上级。上级不在，自己可以做主。再说了，上级给你什么任务？看住你啊。对呀，你只要看住我，你就算完成任务了。你们上级没跟你说不许叫我擒拿吧？对啊，我们上级是没说。没说就是可以。可我爹说了。你爹说什么呀？就我爹教我擒拿术的时候说传内不传外。什么叫内什么叫外？那不是一家人不进家门啊。像什么媳妇儿啊、闺女、儿子、孙子都可以教，这外人不能教。愚昧！你教更多的人，就可以让更多的人去抗战。那不是我们祖宗愚昧，是怕教了坏人武术以后，好人挡不住。可我不是坏人，可以教我。这你是军统特务，那我们不是一波的。我也打鬼子，我只为中国人服务。哎，你说这倒也对啊。那我就教你一点简单的。嗯。那就是
你当我是流氓？哎，你抓着我以后，我抓你手腕，我一抓你手腕，再拖你肘，一分啊！哎，你知道吧？哎，就是这招，你先学这招吧。那个，我现在抓你，你练一下啊！现在我先当那流氓，我抓你，你抓手腕，对，拖着肘。啥呀？八路军，手里东西放下！你管得着吗？我们两口子吵架呢。我是他媳妇儿。两口子呀？你放下！你两口子好好说呗，你动什么手啊？你倒是帮我解开呀！哎，去给人家拉开，快！怎么这么紧呢？说明我们感情好呗。哎，这么笨吗？来，同志，来。哎，哥，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儿。你看啊，我跟别人打架的时候，只有玩命才抓这么紧。两口子不会这么玩命吧？是他媳妇儿，你是他媳妇儿，拿这么大的树墩子往他身上砸，这得多大仇啊！啊！再说他抓你也不像抓媳妇儿，抓敌人才这么抓呢，你就不是他媳妇儿，你是干什么呢？先把他绑起来。是。抓准机会联系连长。哎，没事吧你？啊？怎么样啊？没事就行。哎，哎，我问你，那女的是你媳妇儿吗？啥？那女的是你媳妇儿吗？
不是，谁说她是我媳妇儿的？人姑娘自己说是你媳妇儿的。你别听她胡说八道，你看她长得像我吗？那两口子也不一定长得像啊。行行行，反正不是。啊。哎，对，那谢谢你帮我抓着她。不客气。她可是我们八路军的俘虏，这要跑了那就麻烦了。哦。哎，对，你们是哪部分呢？哦，我们是慈水县孔济粮行护粮队的，在下护粮队队长青皮。啊。我们家二少爷也在独立团当差呀、啊，那个特务连连长孔元，你听说过吗？哦，孔连长啊，听说过，听说过。哎，那咱就是一家人啊！啊，对对对，那你是跟我们部队送军粮的吧？这回不是，我们是遇到点困难，想请独立团给帮个忙。找我们帮什么忙？是这样。自己，我会想办法带你出去。嗯，弟和妹妹还好吗？都很好。他们会什么打算？第一，救你；第二，保护武器；第三，反攻兵工厂。你怎么想？先把你救出去，然后我和兵工厂里的人从地道出去，跟团部汇合。咱们有几个人？三个人，我、海英，就是你嫂子，你见过，还有大河。大河也来了。对，我让他捞顶机枪给你用，还有。你有两个兄弟在打游击，一个枪法还不错。知道了，兄弟啊，啊，你看见了吗？那个和连长说话的人，怎么有点像昨天踹连长的那个日本兵呢？你眼花了吧你？伪军啊，想要我们家那把黄花梨椅子，那把椅子呢，是我们老爷的传家之宝。那传家之宝，我们老爷肯定不给啊！我们不给，伪军他就来抢。伪军一来抢呢，我们就把伪军司令给劫了。那把司令给劫了呢，我们就得跑啊！我们就带着那一把椅子，还有我们老爷，就跑出来了。我们老爷在慈水乡下高木寨啊，有一处院子，那高木寨全都是我们家的佃户啊。那我们跑了，伪军他就追呀、啊，所以我就来独立团请救星来了。哦，那你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不是，我说话这么清楚，你怎么就没明白呢？就是老百姓有难了，请你们独立团出面把伪军给打跑，完了为民除害呀、啊。哦，我明白了，你是来请我们独立团给你们东家。保家护院的，哎，话不能这么说吧，咱不是一家人吗？再说了，你想想，我们一个东家底下连着多少佃户，多少长工短工，你去慈水问问，谁没吃过我们孔家的米，我们孔家的面？这就是请你们保护老百姓，怎么看家护院呢？啊，是，这我不是不想帮你，你也是我们。八路军的家属，对呀，我真帮不了你。不，怎么就帮不了了呢？不是你，你也都看着，这整个团部就剩我一个人了。一个人就够了，一个人怎么行啊？你不是八路军吗？我是八路军，但我不是三头六臂呀。哎呀，你还是没明白。你就是三头六臂，你能挡得住那么多伪军吗？我不是来搬救兵的，我是来请救星的。我。
我们护粮队七八十号人，我青皮队长吆喝一声都跟着走，长枪短炮有不少，再加上寨子里那些劳动力，也够和追过来那些伪军比划比划了。他们是守城的伪军，来不了多少人。人你们有？有啊，枪炮都有。有啊，那你还找我们来干嘛呀？我是有啊，那我们不会打仗啊。我不是想着八路军会打仗，见过大阵势，就教教我们怎么用这些人和枪把这些伪军给打跑吗？哦，就是让我过去教他们呀。对呀。那我也得请示上级啊，但是现在上级都不在。那上级什么时候回来呀？这我可说不好。不，同志啊，救人如救火，兴许晚上伪军就摸过来了，你得替老百姓着着急吧。我这确实去不了，我在这儿也不是没事儿，也有很重要的任务啊。我说老乡，你别劝他了，他帮不了你们。为什么帮不了我呀？他在部队就是一厨子。啊？你想啊，一个厨子能帮你们看家护院吗？能保护一方百姓吗？不是，你就是个厨子呀？不对，不是，什么叫我就是个厨子呀？我是厨子，但是我是八路军的厨子，八路军厨子也是战士啊。怪不得你刚才让一个女的给打成这样了，你就是个做饭的呀？不是，那都是两码事，好不好啊？我去不去，能不能帮你，那不是一回事儿。我想去，我就能帮你。我要知道你是个厨子，我跟你说这么多，你看看我这一脑袋汗，把我急。行了，厨子，你保护好你媳妇儿吧。不是，告辞了。走，媳妇儿，秦皮。我能帮你。你是干什么的呀？国民革命军女战士，姓方，德国军事学校毕业的。我可不是厨子出身，大仗小仗我也打过无数，出过生，入过死。你说这些是真是假我不知道，但是刚才看你那两下子倒像是会打仗的阵势啊。什么呀，他那就是泼妇打架。你一个厨子你懂军事吗？两个人打架那叫打架，人多了打架那就叫打仗，是吧？对，是不是？你反正不管打架还是打仗，反正他是我们八路军的俘虏，不可能跟你走。对呀，你是八路军的俘虏啊，我们拥护八路军啊。那我问你，你们为什么拥护八路军？八路军打鬼子，我们国军也打鬼子。现在我们是一条道上的，我跟这个厨子的矛盾也只是内部矛盾，要不然早在你们进院之前，我就用木墩把他脑袋砸个稀巴烂。你说是不是？是，是是什么事？哎，你赶紧回护院去，别听这胡说八道。哎，厨子，我跟你商量个事儿，行不行？那个，你这女俘虏借我用两天。你跟着一起把伪军打退了，再给你们送回来。我说厨子，你们八路军不是每天都喊着要为百姓服务吗？哎，对呀。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候，怎么不敢出头了？哼，我就知道你想趁机逃跑，我才不会上你当去。我要逃跑，凭我自己真本事，用不着绕这么大的弯子。我就是看不上那帮伪军狗汉奸。反正他们闲着也闲着，不如出去打一仗，怎么样？你瞧，你确定不跑？跑？打退伪军之前，我保证不跑；打退伪军之后，咱各凭本事，怎么样？哎呀，你不是还有天罗地网？还有消息处吗？你怕什么呢？那老百姓有难，八路军不能不管吧？就是。那好，那我就去。反正团长走的时候也交代了，要为百姓出头。那咱们就跟伪军干一仗，让你们也看看
八路军的厨子，是不是战士？哎，厨子，真打起来你就管做饭就行，剩下的事咱俩来，是吧？你们就那么看不起厨子吗？我那是好男不跟女斗，我要真出手，我随时我就把。你就吹吧，要不是我手下留情，你现在啊早见阎王去了。哎，你们这些特务嘴，怎么比子弹还厉害？行，给我松绑。哎，你给他松开。哎，告诉你以后，休想再骗了。松绑啊，愣着干什么呀？来了。标本实验以后会有人员伤亡，所以我们要尽快的逃离虎头山。哥，你打算怎么救我？交换人质。咱们有人质吗？没有，所以要想办法抓一个。老罗，说，我看他们聊这么热闹，一时半会也完不了事儿啊，咱别耽误成事儿了，放鸟。放吧。嗯，好嘞。好像有人在联系我们。什么意思？你听这鸟叫，一左，二右，三前。伺候。哎，老罗，连长听懂了。这样，我在这儿指挥他们，你跟大哥下去跟连长对话。我说啊，你可小心点儿。知道了，快去。那我下去了。韩厂长他们来掩护。啊。哥，怎么才能跟他们联系上？等一等。连长。我是陆达，连长，我是陆达。说话。连长，我向你汇报，我和严仁武在打游击都活着呢。你跟他说，我跟孔方来救他了。你问他跟孔方联系上没有？连长，龚大河和孔方来救您了，你和你哥联系上了没有啊？我现在跟孔元在一起。